这首歌呢，表达我的爱意哦。平常是不随便说我爱你的，因为呢，其实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呢，都是要用歌曲来表达。就像我接下来这几首歌呢，其实也是要回馈这些歌迷朋友。我把很多歌呢，都把它组合起来，然后呢，好像时光机一样，带你们回到过去。Yeah.
这样过去啦、啊。时间是不是过得很快呢？你们都长大了，然后我也变老了。但是最近练肌肉又年轻起来了。为什么要练肌肉呢？因为想说让你们回到十二年看到我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不会变老，我的音乐也不会变老。你们听着我的歌，你们也不会变老，保持年轻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唱到七十岁、八十岁。完美主义，兄弟。今天